这个抹茶很香哦，要不要试一口？它可以预防哦心血管疾病哎。啊，这么好啊！哎，不过我好像曾经有听人家讲过，就是这个不同国家的抹茶呢，它的品种不一样，好像功效也不一样。这个嘛，我也不知道哎，还是得下问一下我们的活力加油站的老师吧。